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本期依然是周末娱乐，是十则录像。第一则的话是看一看刘皇叔的光芒普照啊。刘皇叔呢，躺赢的节奏啊，怎么个躺赢法呢？看一下吧，是到底是谁给力了？为贤为德，以德服人。好，上来仁德远位黄盖和太史一张 Q 点。那其实要悲剧了呀，太太史如果是反应了，无所谓啊，反正这个地方光芒普照，输不了啊。杀，决斗，无懈可击。哎呦，黄盖真是忠啊！吾乃河北上将，乐不思蜀，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。双雄只能打一下了。鞭吃我吧！公瑾，刀火中生有，在所不辞。请鞭吃我吧！拆桥，公瑾，九杀，屌爆了！加油！加油！杀，交给你了。雷杀，加油啊！你来了。杀，交给你了。杀，火杀，杀。你来嘛！九，虎堂着火，在所不辞。差一筹啊！结果张角有个桃子啊，教主也是中啊。攻锦，杀！虎堂着火，边吃我吧！在所不辞，攻锦。哎呀，忠臣一直救他，皇盖都不好意思了。不可能，杀！光芒普照，中内奋勇杀敌。雷杀，杀，杀！哇，这么多杀！火攻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在所不辞。失血，内奸啊！所以说这就是光芒普照，根本都得听我的号令，不需要刘皇叔动手啊，直接光了。可我就差一步了，顺手牵羊。万箭齐发，好，太史是一张明杀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妥了。大丈夫当担生死之剑，比不世之功。不需动手，直接赢了。看第二把是国太祖双亮点，一个是不义惹的祸，一个是八号位啊。咱们呢又是躺赢吧，估计。桃园协议，好，随便打啊，这个国太。好，徐玉神烦，看看曹植什么人品，上来捡一张曹花，又捡一张曹花，还是一张曹花。无中生有，好，挂武器砍主公一刀，解锁连环，杀。其实不一定要解曹植啊，他又不是你亲戚，是吧？不过靖主为曹植偏反吧，估计是这样想的。又送一张草花，曹植爽死了。问题是草花 A 的连弩没有啊。草花 A 的连弩是我们的期待。别着急，给我就好。南蛮入侵，秉忠贞之志，守千岁之节。好，他的名字叫连弩射主公啊，他现在手上是没有连弩的。雷杀，亲友同我留。好，国太要被救，补义，哎，补了一张草花的连弩。那这个草花连弩，曹植表示毫不客气的收入手中，然后突突突突突，他手上草花杀还不少啊，救也救不回来了。第一轮运气太好了，全部都是草花。然后是庞统。看一下庞统啊，连的不错，你说人品不错啊。哇，起手两个真连的，国中生有，尔等敢应战否？过河拆桥。哇，神将跟自己是背影，估计 又赢了一半了啊。无中看这这么多铁锁，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闪电。
好，闪电来了啊！大铁锁加闪电。闪。这都是反贼。看我的厉害！顺手牵羊。火杀。闪，你一定要闪啊，不然这个铁锁解了废了，香香又能睡。小儿岂能亏杀我？千人变幻。不挑香香妹子偏中啊！顺手牵羊，有心。训他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又加一个不减主攻，其实但也已经差不多了，变反贼了。所以说现在是这么多人在铁锁上，嘣！凤雏岂能消亡？哇，又来一个草花，屌爆了！不，还不可以死。跨风飞升，匆匆连起来，谁闹了？可怜其百，闪，匆匆连起来吧。谁闹？谁闹？谁闹啊？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说就是直接示范为主了。过河拆桥，无懈休养生息，无懈备战待敌。过河拆桥，雷杀。杀一刀呀！乐不思蜀杀，这地方可以先重组啊！连起百，打算重组就先重组，重组来个九算谁的？啊，这骚货还没乱无啊，所以说是救了一下。这就是啊，谁敢离我远近？然后是调戏剑在手，香香带我走，我带香香走吧。那就是又能用调戏剑又能连杀的，那只有小关张了，还有高顺之类的啊。张飞这地方选择了神奇的小关张，这些看我的厉害。杀上来忙下家偏那个偏中，好，神刀来也，赶紧拆加一马，无懈可击。杀杀荀彧吧，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。这个杀有点少呀、啊。我永不背弃。九，火杀。好，香香没有让他摸了一张牌，这个地方摸的牌的话就很可能是杀了，结果真的是杀。谦退之计。乐不思蜀，杀。好，丈八来得好，妥妥地杀荀彧吧。收三张牌的话也是平均两张杀左右啊，没具体算过，反正是160/110好像。不，还不可以。然后是张教主在回合外玩杀主攻，怎么个回合外法？啊，张角很容易回合外玩，张角很容易回合外造成伤害啊，那不就是雷一下吗？好，主公起了个神加一，杀。好，教主不要反贼。过河拆桥，顺手牵羊，杀。闪，雷公助我，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雷杀，闪。好，这个地方直接开大，看能不能带走主公啊？杀，闪，杀。就这样。好，卖给张角杀，对。杀。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死而无憾。然后看一则贾诩内奸的猛烈进攻的打法。其实手牌还不错。决斗，反正你两中。无懈可击，神加一。啊，教主还是贾诩还指望他雷人呢，结果直接没闪。有九杀没杀任何人呐。杀，引入闪。雷公助我，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
叫你杀教主，你以为教主真的没杀、啊、一刀杀无懈，半入我手。九，铁锁连环，好，大铁锁。哇，这个内奸太喜欢这一步了，一下这么多人踩血，当然如果都是主动方法可能要悲剧。唯贤唯德，能服于人。属将何在？过河拆桥，闪电。贾诩，哎，这个牌有点不够啊，打不起来呀、啊。应该教主这时候有闪了吧？刘备给了一点，然后又被鲁肃大帝蒙了，应该有吧？杀一下，试一下。闪雷公助我！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李成啊，这个南蛮不要急着开了，现在开不了。闪电！哎呀，九，命中，命中，嘣啪！好，南蛮入侵，这南蛮开得好，内奸太喜欢了。此计伤不到。然后过一会儿就是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张教主有伞了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、哦，失礼了。大汉，可以再利用一下他。你半入我手。行了，内奸的桃子不烂就，因为这个地方想打下来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张角了。看他是过一轮还是，果然是过一轮。想等张角残的话，一起打下来，估计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教主这下子做了啊！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。哎呀，刘备快顶不住了，只有一个桃。大汉天下，过河拆桥，一半入我手。教主空了就好。杀！好，有连弩没杀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过河拆桥，对，放激进式打法。现在再不打的话，你想保主公可能轮到反贼出牌，想保也保不住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神无懈，守反贼来神无懈。天下难救，这又是一个神无懈。我还是皇帝，赶紧可我就差一步了。天涯杀，天下难救，皇天乐不思蜀啊。这就是应该顺刘备手牌啊，顺闪电做什么？刘备要是个桃咋办呢？然后是福丸，一般刚出来的武将都喜欢看啊，比如说福丸他跟技能跟杀有关，那就可能有方天啊、菊花刀呀之类的啊。顺手牵羊，容我三思。乐不思蜀，杀！啊，曹丕是一个邓边反，对孙权这种回合内武将还是限制很大的。天下大事，无中生有。过河拆桥，雕虫写大反，大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顺手牵羊，一个小娘子神反。过河拆桥，杀！死罪可免，不翻主公吗？难道想先集火诸葛？入侵，好吗？不管他们。雷杀，雕虫小技。杀，杀，无懈可击。杀，顺手牵羊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无懈可击。杀，你可识得此阵？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我永不背弃。哇，方天是个好登登啊，一杀三啊，一谋三，谋溃，气也气，让诸葛空城那就必掉血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无懈可击。你的计谋被识破。方天是个好登登啊，铁锁连环，且慢。看还能不能再来一次方天啊？雷杀，有那个人品起一张杀吗？有没有啊？九杀，求再耍一次方天，谋配三个人，爽得很。好，果然啊，无懈可击，杀杀，拆，
我再猜，我还猜，他是三个人牌都拆光了以后才结算那个杀。来看一下那个顺序，你像这种问题以后尽量就不要问到底哪个先结算啊，像这种问题都是打一次就知道了，以实践为主啊，不要太抠你那个，不然的话脑袋会比较疼啊。两仪生死，你可识得此阵？好，屌帽老弟八卦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带飞荀彧了。主公要臣死，像福安这辈子耍了两次方天，也值了。落花落花，且听臣妾曲。五谷丰登，丰登。雕虫小技，九杀九，那加一马八掉。南蛮入侵。他这个技能有点屌呀，他是在杀结算前先扒牌，如果对于手牌本来就比较少的人，基本上命中率就非常高了。雷杀，有时候重要的装备也是可以先扒掉再说。你有人王盾，我就是用黑杀去杀你，我是先扒掉人王盾。杀，好，直接扒光，啪没了。父亲，大哥，众谋愧意。然后是再看一个回合外也可以发动魔盔的啊，那就是要有队友的辅助，典型的就是成功。记得以前看菊花刀专题的时候嘛，就是太史慈回合外也爆菊，回合内双爆，回合外接着爆，因为有成功嘛。那这个地方的话有魔盔有成功作为队友的话，可以在回合外也可以毛一下。肉凡胎岂能归属，拿个戒刀。对，像这种靠杀吃饭的人武器还是挺重要的，当然杀也很重要啊。亮兵器吧，死罪可免。甘宁表反了，打一张个无懈。兵粮寸断，汝等小儿可敢杀我。好，魔盔还有反魔盔，杀摸牌，啊，先把武器拿掉。对，过一会儿估计要摸牌了。你看这个地方估计要摸牌，回合外魔盔啊，很爽，有成功的辅助嘛。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雷杀。哎，教主就是作为一个悲剧的存在。铁索连环，九杀，全军突击。教主拜拜。哇，姜维为了觉醒。那两个桃子拍出去，你狠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，苍生桃源结义，南蛮入侵。其实的话现在应该说福丸应该能知道马叉是累了。好，姜维终于悲剧了。你的牌太多了，现在你被翻面了，你妈的拆掉，你真是姜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真是这样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摸，只能摸牌。乐不思蜀，哎，这个名册爽啊！求名册，如此得又摸。一击可擒也。这不仅成功送一张牌，牌背也送一张牌，感觉收益比较大啊。军粮寸断，杀！这杀张教主是啥心态？肉。难道成功是累？不可能啊，因为我是看过这个录像的，知道马超是累。南蛮入侵，雷杀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赦。好，魔盔蓝被翻了，哎，反正有个乐，翻一轮就翻一轮吧。杀还断白杀，万物苍生无中生有，幻化有心酒，火杀。如此霸业可图矣，无中生有，杀。闪。哎，马叉现在即使摸到啥也不好跳身的。强亏时仙人接招吧，有心。好，赶紧无懈。好，这一轮可以给甘宁打残啊，妥妥的，一拆两顺。
哎呀，顺到一个好东西啊，这个地方九杀是必中啊，他先把手牌扒光，扒一张手牌啊，不是扒光啊，他本来只有一张而已。好，留了一张杀。无中生有，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好，成功这个地方其实是想顺武器给主公啊，结果福丸把他给无懈了，有点悲剧。方天拿掉，好，这次又是悲剧的没有武器啦。闪电，万物苍生，幻化有肉。好，这个地方要强推一击，尚能窥视。帅，对，再抬，这样就可以命中了。主公赶紧把遗迹给翻了，对，让左慈一辈子只能遗迹，别让他再出牌了，不然的话，那么多化身加那么多牌，可能有点恐怖啊。破河拆桥，杀，九，就这样。什么牌不给马超？还真有好的化身呢、啊！杀！全军突击！救一下，好！火杀！杀！可以考虑拽他一张牌啊，就比较自己摸牌。施法！名册青龙吧，如果主公有杀啊，这个杀是成功刚给的啊，应该可以倒下。这下就妥了，基本上是没压力了。不会吧，从左慈那儿行伤了俩火攻，难怪左慈舍不得给牌。然后是放一则新手场的各种喜闻乐见啊，真的是喜闻乐见，不要沾那些娱乐就好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啊。好，徐庶主公，大家猜一下甘霖是什么身份啊？一切必多必失啊！闪电，甘霖绝对是反贼，我会乱说，各种喜闻乐见嘛。你的牌太多了，言多必失啊！接招吧！你的牌太多了。哎，周瑜说了两句话，说以后去猜忠臣吧，结果甘霖就猜他了。其实周瑜是反贼啊，过河拆桥，结果现在都去打他，曹操也应该是反了，又动甘霖。周瑜说我是真的是反贼啊。闪电，无中生有，杀。乐不思蜀，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，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，这箱子中啊，过 也做不了其他的事。我看好你。哇塞，怎么看好曹操呀？曹操都不打甘霖，借刀杀人，不会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就娱乐娱乐嘛。薪水场的录像，五谷丰登。哇，许褚这个地方有连弩和一堆沙呀，拖不了人呐、啊。如果是反贼就好了。决斗，好，又决斗啊！甘霖再亮一次，直接逃跑了，心理压力承受的有点多。过河拆桥，杀！张将军，顺手牵羊。曹操难道真的是忠烈？不管啊，反正亮点是许褚啊。杀！决斗！哎呀，主公方快不行了，先死了算了，死了给许褚腾距呢。好，还不可以死，脱了！脱！杀！杀！再杀！两血两血的往下杀啊！再多桃子都救不了，一刀两血。你能有几个桃？黄天，杀！别死了，杀！好，还得再来一回合。乐不思蜀那样，您老悠着他。主公牌，我操，把牌给弃了，都不举荐，卡了，要么就是不知道咋回事。五谷丰登，赶紧拿一张杀杀。
言多必失啊。汝等看好了，杀，闪，挣扎吧，在血红岸。好，终于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闪了。谁来与我大战300回合？这是什么人品？寄生拖一个决斗过来，孙权是有一个头的啊，如果不拖一个决斗是收不了周瑜的。顺手牵羊，一切你举剑行吗？抓牌乎？你顺手牵羊不滥用，不可以留两张手牌了。南蛮入侵。掉鞋，一切尽杀不言中。大家猜一下，这个地方会拖一张什么牌来啊？无中生有啊，不是拖来的，这负一是无中来的，我以为他是拖来的。多必失啊！这个地方足以推平他们了，你看，全部都是杀。叫我杀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再杀。父亲，过个拆桥，还有杀。杀。吴昊梦中杀人，来救，好，再推，两血两血推，休叫天下人负我，霸业未成，未成啊！哎，厉害呀、啊！咱们最后一把以搬大铁锁闪电来结尾嘛，神人小娘子。教主上来悲剧啊！桃园结义，我还好有个桃园，放了个闪电。铁锁来，来了啊，来了啊！铁锁连环杀。教主没闪啊，孙权应该是个反贼。顺手牵羊。哼，肉分开。哎，小娘子手上还有一个铁锁，好，全民。全民大铁锁，这个地方月英盲狙远卫的关心，应该说左慈啊偏反。有心，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这么多空闪电，又有关心又有张角，看来这个闪电是什么时候炸了？闪，好，铁锁先留着，一会儿再说。你现在不知道用铁锁干啥。其实张角还是蛮偏很好的一个反贼人选啊，因为赵云这种人非常怕雷啊。好，黑桃二倒是有了，张角不敢雷人。八人大铁锁不敢雷，孙权说你不雷我，我砍你，我看你雷不雷。好，天判黑桃三，张角还是不敢雷。铁锁连环，哎呀，解掉了一个，不行，得赶紧。张角还在铁锁上啊，张角两个他不敢换，他自己在铁锁上。赶紧赶紧，趁现在局势比较乱，知天意，趁闪电还在，赶紧把那俩人连起来，没在铁锁上的人连起来啊！啊，诸葛也不敢雷啊，都很怂啊！这么好的铁锁呀、啊，无中生有。小娘子表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给那俩人连起来再说，都中雷。铁锁连环，好，全部要中雷了。铁衣沉静。那小娘子这个地方表了一个忠。九，吾乃雷将嵩山赵武，敢与我一战？救，赶紧救！哎，好，很好，不救的话没闪电了。嘣，不雷也得雷了。黄天，啪，淹死了。宦宦无处，啪！声声失息，天地，啪！将星云，天命久难违。秉忠贞之志，守哇，全部是反贼！小娘子赶紧救啊！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啊！借刀杀人，啊！局势一下成这样了。乐不思蜀，雷杀！小娘子一会儿可以追忆主公啊，又回血又摸牌的，爽死了！连弩还敢亮出来，顺手牵羊岂能窥视？先人必患，是反贼啊！那他应该是个大忠臣。万古苍生，患过国拆桥，有心守牌吧。现在拆连弩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永不背弃。你还忧，
好，追忆。哇，这都不让死，果然这个地方必须得追忆了啊，不追忆也不行了，追忆主公。雷杀。神南蛮直接打残反击，我会乱说吗？好，这个地方主公有五张牌，应该说翻盘的机会非常大呀，一个闪就可以冲死一个人，因为反正都一血，何况他还可以开出一张神南蛮怎么样？不要对乐抱太大希望啊，你非常劣势的是可以说赌一个乐还可以，你平时的话乐你不要想太多了。主公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好，本期周末娱乐就是这么实则录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别人反贼了，所以说现在是这么多人在铁索上蹦。凤雏岂能消亡？哇，又来一个草花屌爆了。不，还不可以死。腾云跨风，飞升，匆匆连起来。谁闹了？这个可怜骑白。闪，闪，匆匆连起来吧。谁闹？谁闹？谁闹啊？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说就是直接四反为主了。过河拆桥，休养生息，无懈备战待敌。过河拆桥，雷杀。杀一刀呀！乐不思蜀杀。这地方可以先重组连起百，打算重组就先重组，重组来个九算谁的？啊，这骚货还没乱无啊，所以说是救了一下。这就是啊，谁敢离开原地？然后是调戏剑在手，香香带我走，我带香香走吧。那就是又能用调戏剑又能连杀的，那只有小关张了，还有高顺之类的啊。张飞，这地方选择了神奇的小关张。看我厉害！杀！上来忙下家，偏那个偏中。好，神刀来也，赶紧拆加一码。无懈可击。杀！斩！杀荀彧吧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。这个杀有点少了。我过永不背弃。九，火杀。好，香圈没有让他摸了一张牌，这个地方摸的牌的话就很可能是杀了，结果真的是杀。退之计，乐不思蜀，杀。好，丈八来得好，妥妥地杀荀彧吧。收三张牌的话也是平均两张杀左右啊，臣没具体的算过，反正是160/110好像。不，还不可以死。然后是张教主在回合外玩杀主公，怎么个回合外法啊？张角很容易回合外玩，张角很容易回合外造成伤害啊，那不就是雷一下吗？好，主公起了个神加一，杀。好，教主不要反贼，过河拆桥，顺手牵羊。杀！闪！雷公助我！天下大事唯我所雷杀！闪！好，这个地方直接开大，看能不能带走主公啊！杀！闪！杀！就这样。好，卖给张角杀，对。杀！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死而无憾。然后看一则贾诩内奸的猛烈进攻的打法。其实手牌还不错，别动，反正你抢中无懈可击。神加一，教主还是
家犬一直往上勒人的，结果直接没闪。有九杀没杀任何人呢、啊、杀能一路闪雷公助我，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叫你杀教主，你以为教主真的没闪、啊、天下一刀杀无懈，半入我手。九铁锁连环，好大铁锁。哇，这个内奸太喜欢这一步了，一下这么多人残血。当然如果都是主动方法可能要悲剧。唯贤唯德，乐不思蜀，蜀将何在？过河拆桥，闪电。贾诩，哎，这个牌有点不够啊，打不起来呀、啊。应该教主这时候有闪了吧？刘备给了一点，然后又被鲁肃大帝蒙了，应该有吧？杀一下，试一下。闪！雷公助我！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未成啊！这个南蛮不要急着开了啊，现在开不了。闪电！哎呀！九，命中，命中，嘣啪！好，南蛮入侵。这南蛮开的好，内奸太喜欢了。此计伤不到我。然后过一会儿就是天下大事唯我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本期依然是周末娱乐，是十则录像。第一则的话是看一看刘皇叔的光芒普照啊。刘皇叔呢，躺赢的节奏啊。怎么个躺赢法呢？看一下吧，是到底是谁给力了？唯贤唯德，福人福。好，上来仁德远位黄盖和太史一张 Q 点。那其实要悲剧了呀，太太史如果是反应了。无所谓啊，反正这个地方光芒普照，输不了啊。杀！决斗，无懈可击。哎呦，黄盖真是忠啊！吾乃河北上将，闻人血，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。双雄只能打一下了，鞭吃我吧！公瑾，刀火中生有，在所不辞。请鞭吃我吧！拆桥，公瑾，九杀，屌爆了！加油！加油！杀，交给你了。雷杀，加油啊！你来了。杀，交给你了。杀，火杀，杀。你来嘛！九，虎堂着火，在所不辞。差一筹啊！结果张角有个桃子啊，教主也是中啊。攻锦，杀！虎堂着火，鞭吃我吧！在所不辞，攻锦。哎呀，忠臣一直救他，皇盖都不好意思了。不可能，杀！光芒普照，中内奋勇杀敌。雷杀，杀，杀！哇，这么多杀！火攻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在所不辞。失血，内奸啊！所以说这就是光芒普照，根本都得听我的号令，不需要刘皇叔动手啊，直接光了。可我就差一步了，顺手牵羊。万箭齐发，好，太史是一张明杀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妥了。大丈夫当担生死之剑，必不世之功。不需动手，直接赢了。看第二把是国太主双亮点，一个是不义惹的祸，一个是八号位啊。怎么呢？又是躺赢吧？估计。桃园结义，好，随便打啊，这个国太。好，徐玉神反，看看曹植什么人品，上来捡一张曹花，又捡一张曹花，还是一张曹花。无中生有，好，挂武器砍主公一刀，铁锁连环，杀。其实不一定要解曹植啊，他又不是你亲戚是吧？九杀，闪，
不过郡主为曹植偏反吧，估计是这样想的。又送一张草花，曹植爽死了。问题是草花 A 的年度没有啊。草花 A 的年度是我们的期待。别着急，给我就好。南蛮入侵，秉忠贞之志，守千岁之节。好，他的名字叫年鲁斯的主公啊，他现在手上是没有年鲁的。雷杀亲友同我流。好，国太要被救。武艺，哎，补了一张草花的年鲁。那这个草花年鲁，曹植表示毫不客气的收入手中，然后突突突突突，他手上草花杀还不少啊，救也救不回来了。第一轮运气太好了，全部都是草花。然后是庞统，看一下庞统啊。连的不错，你说人品不错啊，哇，骑手两个真连的。华东生网，尔等感应战否？过河拆桥。哇，神将跟自己是背影，估计又赢了一半了啊。吴中看这这么多铁手，千阳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闪电。好，闪电来了啊！大铁锁加闪电，闪，这都是反贼。看我的厉害！顺手牵羊，火杀，闪，你一定要闪啊，不然这个铁锁解了废了，香香又能睡。小儿岂能不杀？千人变幻，万不挑香香妹子偏中啊！顺手牵羊，有心。顺他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又加一个不减主公，其实但也已经差不多。甘宁绝对是反贼，我会乱说。各种喜闻乐见嘛，你的牌太多了。言多必失啊！接招吧！你的牌太多了。哎，周瑜说了两句话，说一会儿去猜忠臣吧，结果甘宁就猜他了。其实周瑜是反贼啊。过河拆桥，结果现在都去打他，曹操也应该是反了，又动甘宁。周瑜说：“我是真的是反贼啊！”地狱中，闪电，无中生有，杀，乐不思蜀。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。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。二箱是中啊，不要紧，过。也做不了其他的事。我看好你。哇塞，怎么看好曹操呀？借刀杀，曹操都不打甘宁。借刀杀人，不会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就娱乐娱乐嘛。薪水草林路下，五谷丰登。过河拆桥。哇，许褚这个地方。有连弩和一堆沙呀，拖不了人呐、啊。如果是反贼就好了。决斗，好，又决斗啊！甘宁再亮一次，直接逃跑了，心理压力承受的有点多。过河拆桥，杀！张将军，顺手牵羊。曹操难道真的是忠烈？不管啊！杀！反正亮点是许褚啊，杀！决斗！哎呀，主攻方快不行了，先死了算了，死了给许褚腾距呢。好，还不可以死，脱了，脱！杀！杀！再杀，两血两血的往下杀啊！再多桃子都救不了，一刀两血，你能有几个桃？皇天，杀！别死了。杀！好，还得再来一回合。乐不思蜀那样，您老悠着他。主公牌，我操，把牌给弃了，都不是举荐，卡了，要么就是不知道咋回事。五谷丰登，赶紧拿一张杀杀。言多必失啊！汝等看好了，杀，闪，挣扎吧。好，终于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闪了。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？这是什么人品？
计生育，拖一个决斗过来。孙权是有一个桃的啊，如果不拖一个决斗是收不了周瑜的。顺手牵羊，一切你举荐行吗？抓牌乎？你顺手牵羊不耐用，不可以留两张手牌了。南蛮入侵，掉鞋，一切尽杀不言中。大家猜一下这个地方会拖一张什么牌来啊？无中生有啊，不是拖来的，这负一是无中来的，我以为他是拖来的。多必失啊！这个地方足以推平他们了啊！你看，全部都是杀。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再杀。父亲，过个拆桥，还有杀。杀。吴昊梦中杀人。来救。好，再推两血，两血推。休叫天下人负我，霸业未成，未成啊！哎，厉害呀！咱们最后一把以搬大铁锁闪电来结尾嘛。神人小娘子，万古苍生，我乾坤乃天正法器。教主上来悲剧啊！桃园结义，我还好有个桃园放了个闪电。铁锁来来了啊，来了啊！铁锁连环杀，教主没闪啊，孙权应该是个反贼。顺手牵羊，肉分开。哎，小娘子手上还有一个铁锁，好，全民，全民大铁锁。闪。这个地方月英盲狙远卫的关心，应该说左慈啊偏反。有心观今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这么多空闪电，又有关心又有张角，看来这个闪电是什么时候炸呢？闪。好，铁锁先留着，一会儿再说。你现在不知道用铁锁干啥。其实张角还是蛮偏很好的一个反贼人选啊，因为赵云这种人非常怕雷啊。好，黑桃二倒是有了，张角不敢雷人。八人大铁锁不敢雷，孙权说你不雷我，我砍。就是太史慈回合外也爆狙，回合内双爆，回合外接着爆，因为有成功嘛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有谋愧，有成功作为队友的话，可以在回合外也可以毛一下。肉难开，岂能窥视？哇，大反贼！人变幻，拿个借刀。对，像这种靠杀吃饭的人，武器还是挺重要的。当然，杀也很重要啊。亮兵器吧。死罪可免。甘宁表反了，打了个无懈。兵粮寸断，汝等小儿可敢杀我？好，谋愧，还有反谋愧。杀，摸牌，啊，先把武器拿掉。对，过一会儿估计要摸牌了。你看这个地方估计要摸牌，回合外魔盔啊，很爽，有成功的辅助嘛。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雷杀。哎，教主就是作为一个悲剧的存在。铁锁连环，九杀，全军突击。教主拜拜。哇，姜维为了觉醒。那两个桃子拍出去，你狠，岂能窥视？仙人变幻，苍生幻，桃园结义，南蛮入侵。其实的话，现在应该说福丸应该能知道马超是累了。好，姜维终于悲剧了。你的牌太多了，现在你被翻面了，你妈的拆掉，你真是姜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真是这样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摸，只能摸牌。乐不思蜀。哎，这个名册爽啊！求名册。如此。对，又摸。一击可擒也。这不仅成功送一张牌，牌背也送一张牌。感觉收益比较大啊。军粮寸断。杀。这杀张教主是啥心态？肉。难道成功是累？不可能啊，因为我是看过这个录像的，知道马超是累。南蛮入侵，雷杀，
罪可免，国罪难赦。好，魔溃蓝被翻了，哎，反正有个乐，翻一轮是翻一轮吧。杀还不来杀，万古苍生，无中生万化有心，九火杀。如此霸业可图矣，无中生有，杀。哎，马超现在即使摸到啥也不好跳身的。强亏身，仙人接招吧。好，赶紧无懈。好，这一轮可以给甘宁打残啊，妥妥的，一拆两顺。哎呀，顺到一个好东西啊！这个地方九杀是必中啊。雷杀，他是先把手牌扒光，扒一张手牌啊，不是扒光啊，他本来只有一张而已。好，留了一张杀。无中生有，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好，成功这个地方其实是想顺武器给主公啊，结果福丸把他给无懈了，有点悲剧。方天拿掉，好，左慈又是悲剧的没有武器了。闪电，万物苍生，幻化有肉。好，这个地方要强推一击，能窥视。帅，对，再拍，这样就可以命中了。主公赶紧把遗迹给翻了，对，让左慈一辈子只能遗迹，别让他再出牌了，不然的话，那么多化身加那么多牌，可能有点恐怖啊。过河拆桥，杀九，就这样。什么牌不给马超？生生还真有好的化身呢、啊！杀！全军突击！救一下，好！火杀！杀！可以考虑拽他一张牌啊，就比较自己摸牌。施法！名册青龙吧。如果主公有杀啊，这个杀是成功刚给的啊，应该可以倒下。这下就妥了，基本上是没压力了。不会吧，从左慈那儿行伤了俩火攻，难怪左慈舍不得给牌。然后是放一则新手场的各种喜闻乐见啊，真的是喜闻乐见，不要沾那些娱乐就好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啊。好，徐庶主公，大家猜一下甘宁是什么身份啊？一切必多必失啊！闪电控，张教主有闪了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、哦，失礼了。可以再利用一下他。一半入我手。行了，那间的桃子不烂就，因为这个地方想打下来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张角了。看他是过一轮还是，果然是过一轮，想等张角残的话一起打下来，估计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教主这下子做了啊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。哎呀，刘备快顶不住了，只有一个桃。大汉天下，一半我手。教主空了就好。杀。好，有连弩没杀，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过河拆桥，对，放激进式打法。现在再不打的话，你想保主公可能轮到反贼出牌，想保也保不住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神无懈，守反贼来神无懈，人现难救，这又是一个神无懈。我还是皇帝，赶紧，可我就差一步了。杀！人现难救，皇天神乐不思蜀啊！坐山，这就是斗。应该顺刘备手牌啊，顺闪电做什么？刘备要是个桃咋办呢？然后是福丸。一般刚出来的武将都喜欢看啊，比如说福丸，他跟技能跟杀有关，那可能有方天啊、菊花刀呀之类的啊。
顺手牵羊，容我三思。乐不思蜀，杀！曹丕是一个邓边反，对孙权这种回合内武将还是限制很大的。天下大事，无中生有。过河拆雕虫小大反，大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顺手牵羊，一个小娘子身份。过河拆桥，杀！死罪可免。不翻祖国吗？难道想先集火诸葛？好吗？不管他们。雷杀！雕虫小技。杀！杀！无懈可击。杀！顺手牵羊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无懈可击。杀！你可识得此阵？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我永不背弃。哇哇，方天是个好东东啊！一杀三啊，一谋三，谋溃，气也气，让诸葛空城，那就毙掉行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无懈可击。你的计谋被识破。方天是个好东东啊！铁锁连环，且慢，杀！看还能不能再来一次方天啊？雷杀，有那个人品起一张杀吗？有没有啊？九杀，求再耍一次方天，谋溃三个人，爽得很。好，果然啊，无懈可击，杀杀。猜，我再猜，我还猜，他是三个人牌都猜光了以后才结算那个杀啊。来看一下那个顺序，你像这种问题以后尽量就不要问到底哪个先结算啊，像这种问题都是打一次就知道了，以实践为主啊，不要太抠你那个，不然的话脑袋会比较疼啊。两仪生死，你可识得此阵？九雷杀，屌冒了你八卦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带飞荀彧了。主公要臣死，像福安这辈子耍了两次方天，也值了。落花落花，且听臣妾的曲。五谷丰登，丰登。雕虫小技，九杀九。那加一马八六，南蛮入侵。他这个技能有点屌呀，他是在杀结算前先扒牌，如果对于手牌本来就比较少的人，基本上命中率就非常高了。雷杀，有时候重要的装备也是可以先扒掉再说。你有人王盾，我就是用黑煞去杀你，我是先扒掉人王盾。杀，好，直接扒光，啪没了。父亲，大哥。众谋愧意，然后是再看一个回合外也可以发动谋愧的啊，那就是要有队友的辅助，典型的就是成功。记得以前看菊花刀专题的时候嘛，